有助于维持蜂巢内洁净状态的蜂胶，是采集各种树液及花粉的蜜蜂所带来的自然礼物。蜂胶能帮助口腔维持清新畅快，栖息在亚热带的蜜蜂生产出的巴西绿蜂胶，不只通过巴西严谨的国家品质管理认证，且含有多种类黄酮成分。此外，爱多美蜂胶喷雾选用的是采集自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，并由巴西蜂胶权威品牌 Epis Flora 所生产的优质绿蜂胶，做成携带方便的喷雾。上学时喷，工作时喷，在家也能喷，随时随地都能便利使用，帮助口腔舒适的大自然馈赠，爱多美蜂胶喷雾。在家防疫都要喷一喷。蜂胶是公认的天然抗氧化剂和天然抗生素。今天我们再来介绍爱多美的另一款含蜂胶成分的产品——绿蜂胶口腔喷雾。其所含的绿蜂胶来自巴西的原始丛林，含有大量的只有巴西蜂胶所独有的阿特匹林 C 成分。阿特匹林 C 号称天然免疫剂，它的中文名叫蒿素，近亲兄弟就是大名鼎鼎的青蒿素。含有阿特匹林 C 成分的爱多美绿蜂胶口腔喷雾，除了清洁口腔，还能解决口腔溃疡、喉咙痛、扁桃体发炎等问题。我自己前几天牙龈痛，喷了两次就搞定了。除此之外呢，对喉咙嘶哑、失声问题也有很大的作用。经常用还能提高口腔抗菌能力，特别适合经常用嗓的人群。一盒三支，一支也就40块钱左右。